开始。哦，这个 A13先是把这个扣子拆掉了，装置扣拆掉，然后用六角扳手把螺丝松掉。好，把把手拿掉，然后又专用的套筒。把压盖拆掉，然后换，阀芯，再重新装回去。同样的。把手收紧，装上把手，收紧，然后装上装置扣，收紧。